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露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台 Lumispa。那呢，上面的导头呢可以拿下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换上了眼部的导头哦，就是这个。那它上面有个这个 HLock 的 logo， 就是我们的抗衰老的科技专利。然后对在这个上方卡上去这个机器，听到卡一声就是卡上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上面呢是一个这个花瓣型的。这个细胶，它这个是医疗级的银离子细胶导头，所以是 99.9% 的抗菌。然后把它放上去，其实把它压下去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它已经卡在上面了。好，那我们呢一定要搭配它专门针对这个 Lumi Essence 的这个眼霜。好，就是这条 Lumi Essence。Ideal Eye 的眼霜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挤出来，在我们的无名指，因为这一个手指呢的力道是最轻的。那在眼睛的周围呢，我们不要太用力哦，所以就把它挤出一个像一个米粒这样的大小，然后呢，把它这样子涂在眼睛的周围。涂上去之后呢，我们就按下这个，然后。从外往内也可以，其实就很轻轻轻的按摩我们的眼睛周围，很舒服，让眼睛可以放松一下。然后它可以让你去除你的鱼尾纹，去除眼袋，消除水肿，消除熊猫眼哦，消除眼睛周边的细纹。早晚使用。其实如果说晚上用的话呢，我大概会用一分钟，不要靠近眼球的地方就好了。那它是非常非常的轻柔，完全不会过度拉扯眼睛周边的肌肤，还可以消除眼袋，消除黑眼圈。现在看一下做完两边眼睛的底下的这个皱纹真的差很多耶，这边超级平滑的，然后这边就有黑眼圈眼袋，两边差好多。那这一条Lumi 的 Ideal 它的眼霜呢，里面有多生态，然后可以增生胶原蛋白，还有咖啡因可以消除黑眼圈，还有维他命 C 可以明亮你的眼睛哦。那如果说想要改善周边的皱纹的朋友们，可以试试看这一台 Lumispa 加上它的眼部导头，还可以让你达到眼睛的保养哦。那我做完之后就可以去睡觉了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